真是文豪八卦流合，何其有幸！天路如镜，水通人世，乾坤林中所谓奇情。忠义，最后一阵，哈！钻乾天，挪坤地，一破二毁合金雷。几笔轻松以将法立派，其中不乏灵术回天之情。敢问阁下，便是天气晚，天雾如镜。初心非同小可。好，不太严，将一回降临之消。等一再半步之遥。好，天机就真矣。半步遥，那凭金神将。红灵将法灵王一变，别说天路如镜难以施法，天气惊转瞬必断。你是何人？绝情消息替红灵。你不是什么蒙面人？哦，有此认为，那下我非是难事，无必要报殿以待。何况东来殿法果然融合殿邪，非素食灵性，料受人事先布置，本有所度。天气元名不虚传，判断在你，为何不杀了我？告诉天气镜的口诀，七神最棒。三元一庆，轻松何以晴天？